挑战三分钟吃十个串儿，然后呢免单。就在我上面这个牌匾上面看着吧，就在这写着呢。我边上这大哥刚挑战完，他成功了啊，正在烤串，希望我能成功。我找老板这个要了点米饭，我怕那个一会儿吃那个腻啊，就点米饭吃。哎，啊。老板说了，这成功了给个戒指。老板这块有个重复挑战，但是第二次是12串，啊，也是三分钟，决定再挑战一个12串试试啊，就可能吃饱了，中午吃完饭来的。他第二次这个串啊，就是啊，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啊，但是这个串呢是很大的，特别划算。正经的话，这串是卖5块钱一串啊，牛肉串，挺好挺好。老板说我们可以这个先撸一些，因为我想，我给自己加了个米饭，感觉这个串拌饭指定能好吃，真的，就是拌大米饭吃嘎嘎的，就是。弄点米饭一半，再点小前菜啥的啊。第二次，嗯，你都开始了，开始。好，开始开始。挺好。第二次42串。
好，米饭都不剩了。点了一些吃的，白吃老板嘛就不太好，我们东西还没上来呢，就这么地儿吧，慢慢吃，已经不错了。嗯，喂，这整点米饭行，你上老板这嘎就快点米饭，这盘子饭都让我造了。说实话啊，老板这串拌饭嘎嘎的，酸甜辣好吃，吃鸡架子吃屁股这块好吃。嗯，行啊，兄弟，米饭是老板友情赞助的，我把他员工餐造了，没算钱。想要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，我会去拍的，好吧？这鸡架子味儿不错啊。嗯，干巴的香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我还有几个串没上，烤羊蛋特别的筋道啊。哎，根根啾啾，腰子也行啊，溜边了，来算了。哇，这腰子不错啊，现在煎，好吃啊。嗯，